请咚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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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咚咚。哇！干咩来？错字。哇！怕石头好长哦！你玩假球啦！我看你是不知我想，我想你知无？嗯，干嘛？啊！不要，我不要掉，不要掉！哦，啊！好残忍！我看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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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干你啊！他妈那么多鬼事！就他妈的，就他妈的！不会死啊！不会死啊！不会死啊！干！干的补血补那么慢。小兄弟，你吃个果子吃快点好不好啊？还不下班？我操！开挂了吧？哎！BAM！ 命悬一线。哎呦！还不下班？你哪会这个？俺做的同意好无？以后才去做一家伙仔的人。一家伙仔的人。多谢你哦。多谢你。你是阮阿的小菩萨。谢谢。来，过来给你报答。你别安尼啦，我挡袂住啦。我挡袂住啊啦。拜拜，五雷令，五雷令轰得到吗？巴肚够枵啊呢！巴肚够枵啊呢！干你搞囡仔，搞囡仔整天只会巴肚枵。继续前往寻找妈妈的线索。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你在哪？哎呦！那有查某的靠？那有查某的靠声？完了，是红色的，干这红色到底什么啊？这红色是开挂了吧？嗯。我要到沙坑，望路。小林。鬼，竟然鬼会和我讲话？你竟然看着我？你好，我叫林花王。你是花王？还不下班？你真正是花王？你真正是花王？你哪会识得我？我叫小林。你拄仔出事时，我有看过你。你拢见大汉啊，真好。哇哇，你看过我？你冇看过我？但是无过了后，常常发生无好的代志，死了足侪人。死了足侪人诶！我死了却唔甘愿呢。迄时阵到底是发生虾米代志咧？你敢忘记？阮爸爸大声讲电话，讲什么情况？下落来就出门去了，下落来足侪困难，冲入来枕头，轻声诉气。无久了，足侪人冲进来阮家。妈妈叫阮紧走，
我才走无几步，后壁就传来一声呛声。我爸爸可能伫这条路行到底，妈妈为着啥歹人的注意，大声喊阿兄姐姐往楼顶走去啊！嘛可能拼家隔壁雪玲拢好哩，只要我来阮家的人，玲珑就会亮。哇，半暝有玲珑啊哦！求你啊，玲花王。小玲一家人可能有阿母的线索，小玲有够可怜的啊！无问题啦，我一定予你一家人啊，托尼。是小玲的阿姊，是小玲的阿姊。小玲叫我来的，你莫搞迄惊啊！你莫搞迄惊啊！小玲，我爱小玲啊！继续找其他人吧。继续找其他人吧。锵锵！小玲，大门锁嘞，进去。大门锁嘞，这里有玄机哦，不给进。简伯伯家。一天竟然发生遐恐怖代志，村长小玲、干妈定的阿公，应该拢是共一件代志受害者。好险阿母无伫遮，但是阿母到底走去倒位？啊！好卡好卡！这应该就是减肥因兜。减肥因兜应该是这间厝吧？简伯家正门钥匙，减肥。干！拍谁？拍谁？拍谁？我操！干！无啦无啦，卖安尼卖安尼。知道李欣的厉害了吧？门锁住了。咚咚咚咚，那我来找钥匙。这个是电箱吗？这线还真凹，敢那怪怪的。这线还真凹，敢那怪。那拢无反应。这个是电箱吗？这个跟这个换。这线还真凹，敢那怪怪的。是。红色要跟黄色。电箱吗？这线还真凹，敢那怪怪的。是敢那也无同的。嘿嘿，嘿嘿嘿。小林因老爸骨头灰，骨头灰，够小林因兜的宿舍。你想要创啥？你想要创啥？当我的骨头灰，卖着骨头灰。小林叫我来找恁的啦，因。小林，小林，我爱我查某囝，最后找到好人来斗相共啊！安安，旋转跳跃撞到脸。继续找其他人吧。剩谁？剩他老妈嘛。他家喽，怎么？修灵不会来帮忙啊？干，站在那边看。关门，关门。什么声音？修灵讲的新物件。他老姐，哦，好累个，好累个，干，别再卡了，要爆气啦！阿纪力的，你是谁？你是谁？我叫林辉翁，我帮小林来找恁的。你是辉翁？你是辉翁？怎么大家都认识他、啊？
我知影恁家发生的代志。你知影？拜托，请你甲我讲。我看到恁爸爸伫火车站互枪杀。枪杀。竟然阁无要互厝内人收尸。恁妈妈想要冲入去，但是互我抓着了啊。什么？阮老爸是用枪杀的。我的同学，我无抓着，伊冲入去啊，伊嘛互枪杀啊。他老爸高中就生小孩，干他老爸渣男。伊拄啊上高中，后来政府来抓人，我有看到恁妈妈嘛倒转来啊，但是无看到你。但是无看到你。喂，无去啊。继续找。继续找其他的人。他说他姐在哪里啊？哦，剩他妈哦。他妈在哪？他说他妈应该在上面吧。干嘛？不要！我很忙。不用麻烦了，回哦，你回哦。哇哇，是谁哇？恁爸爸是英雄。恁爸爸是英雄。伊救了枕头内面足侪人诶，但是最后牺牲了，剩你妈妈一个人在带你。慢消息，昨天骨头让吹的。啊！不要！呜呼！林辉王，多谢你，你人有够好诶。后来找阮到二楼诶洗面间，我诶骨头嘛拜托了。干，都不会帮我补一下血啊，小林。可巴亚西，咚锵锵，咚咚锵，咚锵锵，咚咚锵。放伫遮就会使啊吧。团聚。爸爸，妈妈，辉煌，帮我一个团圆啊！辉煌，多谢你，多谢你。阮只是外口的孤魂野鬼，至少咱今嘛伫做伙啊。阮总算倒来处理啊。阮袂过。你哥他哥不就在楼上而已吗？干不自己下来？手内无抱着你，对一群妇女走甲上关头迄边去。你赶紧去看卖啊！阮阿母伟从楼顶走起哩啊！我进着去。我进着去。足忝的，无闲归阿妈。好佳哉，帮小林因一家伙仔斗三工了后，鬼阿伯红色的大门应该会使过去啊吧？咚锵锵，咚咚锵，干嘛有动？哎呦，这是安怎？吓死人！哇，小林的爸爸！威龙，太死了！干！我袂当让你走。我要去，害我啦！背刺！我要抓你做替死鬼！我要让囡仔去投胎！你一个算一个！背骨仔！哎呀，你啊，莫过来啊！没事。阿嬷来了，阿嬷横空出世。你现在最大，这位您。这是我做爸爸最后一趟做的代志，我要让我的囡仔等我久。辛苦。阿嬷来了。我要给
走。完了，阿嬤要死了。阿嬤，阿嬤，阿嬤，弟弟对，阿嬤，你干嘛呢？阿嬤要去了。完了，阿嬤，送你送到这，雨伞有你行。无等着我讲啦，无等着讲。遐风尘，遐大老爷，定会找袂着我，无要哪办？永远找袂着老爷。阿嬤，阿嬤等不到阿公。一个代志好无？好。嗯。哎呀，讲。甲菩萨讲，老爷来转来啊！甲伊讲，我先走啊！阿嬤。你就先走，你家己去保重。阿嬤已经来啊！阿嬤。哭了。咚锵咚锵咚咚锵！我要找我老妈。真的发挥啊！阿嬤有讲进去，人拢走了了啊！身体拢是新的呢，拄啊藏无偌久的款。这个灵火旺怎么还那么兴奋？我是看完要有啥物会使用。火旺真是的，这寿桃不能给我吃吗？需要补品。嗯，有诶，电脑会开始叮当啊，全部诶电脑。哇！啊、嗯，是一个绣花枕头，奇怪，奇怪，突然奈感觉头有够戆戆诶，戆戆，足忝，足想要睏诶。在一个夜晚，有一个小男孩睡在神明桌旁，做了一个奇幻的梦。什么梦？多奇怪的所在，这时代。偷东西，偷东西。加速。加速用得到吗？用不到吧，没什么用。加速，开始加速。嗨起来了吗？可以上去。背包包，这里面有东西吗？没有。啊，干！